一辆辆游览车和轿车停在马路上，南方澳海鲜一条街在连假首日涌现人潮，甚至路中还摆出三角锥。而这个景象让业者相当期待，因为受到断桥影响，游客人数直线下滑，少了五成。受到影响吗？当然啦、啊，因为每个人都报说这边不如给一个钱，不好通行啊，结果都没车啊。哦，差多少呢？差很多、啊。有差有一半吗？不止啊。快炒香喷喷的海鲜料理就完成了，一盘盘鲜鱼生鱼片上桌，游客吃得津津有味。业者也希望透过四天连假振兴断桥后的观光。生意怎么样？还可以吗？今天连假开始，生意很好，生意开始好了，对。啊，之前断桥这样有影响到？有影响，差一半有没有？有，差一半有。海产伴手礼也涌入不少民众试吃，但跟往年相比，老板还是觉得人潮不如预期。今天的感觉怎么样？应该是很失望。是哦，怎么说？都没人啊，街上都没人啊。现在的人潮都比较少，都比较少。以前的人潮比较多。南方澳大桥崩塌，重创当地经济。如今国庆连假到来，商家们只希望人潮能够带来钱潮，找回昔日南方澳的光彩。记者林生林玉君宜兰报道。